觉得这一件衣服应该换什么呀？反正第一个是榴莲换一个体育品，第二个是玫瑰花换了一个玩偶。你不是说让我把这件衣服，因为现在也是夏天，把这个短袖换那个路人身上的短袖？这个我们栏目组没有这么损的、啊，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啊。嗯。非常的简单，等一下呢，找一个女孩，一定要年轻、时尚、漂亮的，让她穿上这件衣服，然后走掉就可以了。好，怎么样？这个相对来说简单吧？简单。啊，这我就突然间忘了一个。哎，是什么？也要戴上。对，也要戴上啊！一定要让她穿上衣服，然后再戴上头套，然后再走啊，这个才可以。啊这个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，对不对？衣服不难，这个太难了。对，一定要是年轻的女孩，年轻的女孩，年轻的女孩，对。然后一定要让她现场换上，不能去卫生间或者换衣间。好，明白，OK 吗 ？OK。有没有信心？不 OK 我能怎么样？对，来都来了，想走就来不了了。啊，好了，来加油啊！祝这个修睿圆满成功。最后一个任务，来，第三个任务也是我们今天修睿最后一个任务，现在，哎，你好。哎，我刚才听到你说了我是那个人啊，你认得我吗？啊，你认得我吗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过这个节目吗？看过。哎，我能借用你几分钟时间吗？你现在把外套脱掉，然后你把这身穿上。能站上几分钟时间吗？啊，没事啊，准备认识吧。啊，我们在做一个活动，叫做百人大笑脸活动，就是我会把你们的那个笑脸拍成照片，然后我们做一个合集，让我们大家一块高兴。你觉得这个正能量好吗？好。那你们可以支持我们的工作吗？可以。你先别，哎，你好，出了一个临时情况，你先别走，谢谢，出了临时状况。太棒了，不来了啊！是，谢谢，打着啊，这样，既然大家就是这么巧碰上了哈，咱这样，我把这个活动简单的阐述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穿上我这身衣服，然后戴上我这个假发，做一个笑脸的活动，我拍下来，咱们会做一个万人的大合集，你们是其中一份子，很特别的荣幸，好不好？谁先来？你先来好吗？嗯，行，好吗？来，帮帮忙，行，啊，快点。没带。来，这个粉重版吗？这个啊，这个随便，你看你心情。啊，这样接住。捏住。就行，就这样就行。我手机呢？来。让他们转过来，让他们转过来，来这儿，转过来。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 pose， 来，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 pose， 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能是很正常的，咱们是万人的大集合，要不然你就没有特点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对，再妩媚一点，两个，再妩媚一点，来，再妩媚一点，哎呀，好了，三个，哎呀呀，那个萌哒哒的，萌一点，萌一点会吗？萌一点，哎呦，太，哎呀，萌了，哎呀，萌死了，哎呀，太萌了。愤怒的，特别生气，仇视，哎呀呀呀呀！可爱的，可爱的姿势，气死了！可爱，卡哇伊，可爱，哎，可爱！大气！哎，好大！啊，霸气！大气一点，大恢宏！哇！让他脱，赶紧换！那脱，赶紧快脱！你够了，你够了，来，可以脱了，来！他最后你着急来？让他躺地上，给我躺地上，就这样，来，躺地上。来，躺地上，个性不一样，躺地上，没事，不脏，咱得有衣服，咱有自己衣服，没关系。我就躺了。没事，你等会儿，你埋着。来，躺这，别硌着你啊，里边躺。来，再妩媚一点，躺的妩媚一点。妩媚一点，你要超越他，知道吗？超越他。在哪呢？太冷了。好。
自拍，这怎么是自拍？怎么没到？来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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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感一点，性感一点，妩媚一点，来来来来，性感，性感，性感，嘴唇，嘴唇，哎，好的，来来来，眼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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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气质，委屈。气质委屈委屈，你受了多大的，你摔倒了，哎好，哎呀对，啊特别的特别无辜，哎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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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你的假发被人撕掉了，你疼，你啊，再换换姿势，换姿势，好的好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姿，换个姿势，站站起来，站起站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自己想办想招，想招让他有什么姿势，你让你自己想最美的姿势，你感觉最美的姿势。呆萌呆萌的姿势，呆萌，呆萌呆萌呆萌萌萌，好萌，好萌啊！再萌萌萌，死个人类萌，来萌，哎，好好的好的好的，无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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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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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爆发了，要打人，要打人，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这衣服归你了，走吧。这个胜利完成任务了啊。那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又拿这榴莲换换体育用品，然后又拿这个玫瑰花换玩偶吗？这个我跟没什么联系，我感觉对啊，因为我们是想用它来去给更需要他们的一些孩子们哦，也是代表我们新校林栏目组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好。哎呀，秋瑞呢？所以说今天呢，你也对他们做出了很大一些贡献。我相信需要他们的孩子们也会非常感谢你啊。收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，我们新校林栏目组也要送一些东西给他们啊。然后这两件就是秋瑞叔叔用生命换来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，就咱们新校林做的这一点，其实真的我之前没有仔细想过。嗯。现在说完了之后，仔细一想，做得非常好。他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？你身边不需要的书籍啊、旧书包啊、旧的足球啊，会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。把它送给那些孩子们吧，真的、啊、说得太好了啊，再次恭喜秋瑞圆满完成任务，希望你们